人呢？就是追你的那个。就那货，他能教你什么？喝酒还是摇骰子？你管我！你把我家教弄丢了，你赔我一个。好啊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好？你付他多少钱？我要双倍。赵官长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跟你是同班同学，我还是你妹妹乔伊最好的朋友。就因为你和乔伊情比金坚，金就是人民币的意思。赵官长，你和乔伊到底是不是亲兄妹啊？忘了告诉你，乔伊是捡来的。你不准说乔伊。我好饿呀。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吧，谢谢叶墨给我们补课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家不能有油烟味。不喜欢油烟味，讨厌喝可乐，还讨厌人家来他家。他是全世界最难相处的人吧？现在知道我心里有多苦了吧？下毒吧，我可是他亲舅舅。我从小就很难相处，这我知道。可谁规定每个人都要好相处啊？只有三明治。方便省时，没有油烟。我之前一直以为他挺穷的。因为在学校我只看过他穿那一件衣服。他不是只有一件衣服，他同样的款式有20件。那他爸妈呢？他爸爸是游轮船长，他妈是八六五船船长，常年在国外。小的时候老哭，后来倒是不哭了。心情一不好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拼拼图，这么可怜啊！是啊，你说我这当舅舅的心不心疼？我觉得挺好，只要你们少来烦我。对了，乔叶，听说咱们附近啊，现在有专门跟踪女生的变态，一会儿我送你啊。哥，你还有两张卷子没有写。啊，那行，那让默默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们家挺近的，穿过隔壁小学后门就是了。高老师，您找我。